你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有那么多先进的飞机等着你们去试飞。开始，试飞员跟新飞机一样，都要经过各种极端条件的考验。美女测试失败，坠机，不及格。我再来一次。下来吧，你已经被摔死了。能拿到多少极限数据，取决于在最危险的时候。 你们敢于再多扛他这几秒，能到今天啊，真挺不容易的。我们不是自己把好飞机，还是照样给干出来了。爸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不能不飞。咱们飞机的心脏病什么时候能解决？ 以最大的速度爬升，收到。试飞员是刀尖上的女子，让前线的战友能够无忧虑作战，放下一搏。感觉怎么样？太爽了！ 天起了，我都要飞。